我们前面讲的了，我还是跟他的人话。我看过一下哈。嗯。现实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商务的层面，完全是没颠倒的梦想。像观音菩萨一句话，不颠倒，你想，因为你已经不要想做到不增不减的话，那很难的。哎，现在都不增不减，好难喽。对。老子灰人西人发明了好多项目，把你们呆住。所以我不看，不听，不问。好，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哈，以后我们看视频就行了哈。啊，这个也讲过了，这个也挺老复杂的，五行系统。这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在身体修炼里面哈，我们怎么从那个八卦如何进入九卦？你看这里是个升级的一个修炼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哎，你的修炼的，这是个理念啊，后面有具体的方法哈。那个漏斗那个，今天那个云图中间白色的。哎，就是那个漏斗，哎。虫洞。关键突破，关键突破很重要哦。嗯。好，这个我讲一下。插个玉的。嗯。哦，这跟看图。这个原来讲过，我或者把序排了，重排了一下哈。那个排序中间一个，我这里来讲讲。好像这些游戏我要推翻，要重讲的哈。好，都是到时候补在我们前面的视频补进去。这个很随意哈，所以说现在也有好处。以前嘛，你要整个东西，电台、报纸什么都是国家管了，你整个发，整个都是过是表演，一派表演哈。现在呢，表演不说话，都有自媒体，所以说网生活东西它有好处，虽然有网络呀、这些很，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我们要利用这些建立我们的自媒体。哎，网红自媒体，哎，你看小酒馆养活嘛，弄得整个，你看原来政府想把它打红都打红不了，哎，过去唱首歌都把它不红都红起来了。好，我们前面讲到了，在三维度，五行八卦那个维度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美好生活愿望的话，的确是一种颠倒的梦想。那么我们进入九卦以后，那么我们有希望摆脱三度八卦，那么进入怎么样呢？我们期待的美好的未想都有了。好，我们看这一章，寻找六大领域的九卦突破，以及光之金融经济的加载，这个词很好，那个加载还要卸载，一个先要把原来的卸掉，另外还要怎么样，还加载。好，我们从你看，这是个脉轮图，有六块组成，这是个相互连接的一个托普结构，一个托普学结构。第一个还是饮食，我们从饮食开始，食为天，因为我们要找到天道，要从这里面去寻找天道。第二个育，教育，生育和体育。三个月，三个一，乐，好，这是繁体字的乐哈，你过来解释啊，是繁体字的乐，这么强调。行走，对，我们旅游，现在旅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大模块，哪个地方都在发展自己的全域旅游。这个住，这样完成了食欲衣乐行住。好，我们跳过，我们看这个跳过一些。好，这个我也讲一下。这个重讲一下啊，农业，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农业模块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块思想。好，我们看这个太极图，我们看怎么样，像太极图吗？像一半。是不像一半？只有它的一半，你说这边有一半，这边没有，那下面有一半。这是2007年7月10号比利时的脉轮图，只有一半。我们怎么能理解这个图呢？
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农业，我们的农业经历了几个过程，从我们中国在封建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是纯粹的自然生态农业，那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然生态农业，有机的，也是真正神圣几何学的农业。那么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从那个大概70年代80年代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嘛，80年之后，这时候国外共济会那边创造了绿色革命，绿色革命以后，那我们的农业逐渐由原来的生态农业逐渐进入化学农业，都是用农油化肥，这些都叫什么化学农业。还有从原来的农业的复合型农业走向单一化农业。那么这时候大量的你看所以污染，你看灌溉的水源就用重金属污染，你看现在河流这些水都是污染的。那么蔬菜你看这喷洒农药，种子灌中，你看这些都是催肥素等等。那么它的相对是什么？相对的红色，假设我是红色这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种农业发展它一枝独秀，它独霸整个农业系统，优秀。好，这个时候呢相继逐渐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逐渐退出农业，注意啊，退出去了。当时的问题还没有显示出来，显出来。好，我们看太极图啊，这个太极图是不完整的，它怎么才能完整呢？好，我们要归功于这两个人，三谁？方舟子、崔永元。好，我这个图倒过来的哈，因为我图这样画倒过来的，归功于他们。在发展转基因的方舟子先吹捧转基因，好，我都说一下，转基因是孟山都一个对原生物种进行任意破坏它的宇宙自然几何秩序，任意进行破坏。那么方舟子呢就大力吹捧和那个推广还有事实转基因，事实转基因。然后他又把崔永元集合，崔永元集合的过程是这样的，这个历史哈，本来两个人的关系还比较可以，好像在一次一个论坛上，崔永元就问方舟子，说转基因啊，据有些研究还有些其他问题，这时候呢，方舟子呢很强势，他怎么强势呢？站到他那个。方舟子站在他是一个生物学博士，因为崔永元基本上对生物学这边是一块光的，这是个小白鼠似的，真是白鼠，小白似的哈。方舟子就说，他说你根本不懂，表示他不懂。好，这时候崔永元做什么事呢？因为那时候好像崔永元发起一个慈善事业，这是向一些学校的孩子啊捐什么食品，其中一些牛奶豆子等等，有些反正食品里面。好，方舟子说，老崔，你那个在一堆食品里面有些就是转基因。哇，崔永元一下子都被激怒了。我本来想干一件好事，没想我那个东西里面就是转基因，我切割是好心做了什么呀坏事儿，他一下都被激怒了。于是呢，从此跟崔永元跟方舟子怎么样耗到底，耗到底。你看他是圆，在宇宙学上也是这样的，叫方化圆。宇宙上先有方后，注意哈，宇宙方圆，我们说化圆化方是先有方后有圆，所以说先是方舟子崔永元，加起来是方圆，是圆方，你怎么看？这一次我们说女娲化方，伏羲化圆，说了，伏羲化方，女娲化圆，这个方圆都是人的意识形成过程。于是呢，通过转基因，实际上在人类在形成这样一个意识，方圆的意识，方圆的意识，这个方圆意识都可以开启人类宇宙几何自理学，最好有没有自理学，称为叫几何自理学，开启这么学说。好，两个争斗后，这是一幅麦田图，在2017年4月12日的时候，于是出现了麦田图，注意哈。这两个图的性质正好相反，如果我们看势，
四，如果我们照那个五行看，四都是什么代表火，四面体。十二代表四面的水，水火这两个人就是一个水火不容，这两个人扮演了一个水火不容的角色。哎，好，我们看水火融合这里边一个圆一个方兼容以后就形成一个圆，这个圆，于是这个圆呢，好，我们在它在这边就生成怎么样，有可能生成一个圆，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生圆。又在下面就有这个圆诞生后就会诞生怎么样，这个虚圆，看到没有，这样都形成了一个怎么样，太极，注意啊，这个很重要哦，首先是要形成太极。八卦，如果八卦太极没形成，你长九卦都是都不可能的，都实话说都是孔那戳，基础不牢，是，基础不牢。好，这个是，所以我们太极八卦你要学好，不是说那个不要，你把那个不需要的基础，那是基础根基。好，这样来以后，这样太极就怎么样完成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转经也不是方舟子搞出来的，都是美国加我们中国农业部一些专家搞的，如果没有方舟子集合春园加上春园和方舟子这样组合一闹，那么我们整个中国人民你都不知道还有转经，就被转经怎么样灭掉了。正因为这两个闹闹的，打麻将的人都不打麻将了，都来关注一下转经是什么。这叫闹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怎么样皆知。所以这两个角色，一个主角一个配角，一个正角一个反角，唱的这么台戏。好，道路你看道之心了，这就了，还等了十年才出来。你看这个时候，然后到了，好，你看这个图是不是跟刚才相像了？你看这里过来，这个圆不就要填进来，填进来是不是这个图跟刚才我要填补的内容是不是很相像？看到没有，完全填进来了，这个八卦的形成，这个图直到什么时候形成呢？今年6月29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今年才开始怎么样启动它，阳时启发，阳时启发启动它，前面都是研究说宇宙它是有，注意哈，有心常说哇老师啊，为什么还不进入整呢，宇宙是有时间怎么样表的，如果在前面整的话我都要被干掉，是吧，注意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是有上面有安排的时间线的。这个时间表从哪里下载啊？宇宙是显化的，麦田圈呢？麦田圈里面你看6月29号都开始了。好，这时候呢就表明17年这个就是进入19年以后，这个表明从农业模块开始突破了。好，我这里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这六大领域，那么六大领域的话，那么我们要一定要寻找它的突破点，也就是说六大领域它首先它就构成一个八太极。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那个教育，你看现在搞教育，现在主体的都好像当初农业的主体，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教育，我们的主体教育部分哈，比如说7岁以上的教育，国家的9年义务教育啊，来自国家的主体教育，那么你后面这些无论是华德福教育啊，什么德学教育啊，要在主体教育里面站一只脚的话，几乎是什么呀，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太极没有形成，民众没有怎么样，没有识到，没有识到那个教育的需要弥补这个强烈要求的民众。但是转经我们民众已经怎么样形成了，意识到了，所以注意哈，这是一个突破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不是随便的，哪个是第一突破一定要把握住。这第一突破如果没抓住的话，你拿出来个第二第三来拿，你好难哦，不仅难，政策受到强大的阻力打压，然后呢经济上要赔钱，然后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个惨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那个势，那个态势是什么，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能量。本来我们的力量就人力物力财力都相当什么样微弱，就像原来毛主席一样，从那个红军变成八路军的时候，那1万多人只要一仗，国民党把红军把八路军
安排在正面战场跟日本打，只要一战一次战役就把红军全灭掉，是吧？连毛主席必死就屈，这也是个伟人的战术，对，而且他只有这一路，他都叫八路，西藏，他就是八卦八路，八路叫八路，他不该九路，现在还不能叫九路，好，这样来的话，我们才有机会，你下手的机会才有，你还有机会。现在整个那个机会呢，比如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农人，你都有权利去选择吃有机的、消费有机的、非转基因的。那么在美国现在权利都没有，美国的种子必须用转基因种子，因为它已经被专利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相当危险，如果我们的自留种子、原生种子全部被灭掉以后，那么我们所有的都要去瓜果蔬菜粮食都要靠转基因种子的时候，这是我们彻底因为种子的专利在别人手里面的，你都彻底完蛋。现在还有那么一丝丝机会，这就像美国那个科幻电影一样，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要上演，这是如果这电影一个小时，那么在最后的一两秒钟你要上演惊天大逆转，或者说绝地反击，绝地反击，而且你只有这个机会，这个逆转完以后，后面的六大年有后面的五块，你才能怎么样找到机会，所以你看这个机会还怎么样，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粮食农业耕种的机会，其他的教育什么医学，比如说那些做自然疗愈的等等，连机会都插不进去，连机会都插不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啊。好，这个我跳过哈，这个都不拍的都可以，哦，讲也可以哈，我就讲一下，这个倒是覆盖哈，从这里正式开始。好，如何先行的八卦，那么它怎么形成九卦呢？看看，好，你看这是一个虫洞流动，这是个时空虫洞。好，看到这个图很重要，你看这下面这个图，本来这下面是一个脉轮图，这里是个脉轮图，但是这个脉轮图呢，它相当于一个，比如说老师前面说了那个八卦的时候，它一边是阴中阳，阳中阴，这阴中阳，阳中阴，它是平面，看看我这个哈，它是这样流动，就像这样流动，就像我们原来的通天圈那样这样流动。但是在这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这两个阴中阳中阴垂直怎么样动起来，要让它垂直怎么样转起来，垂直转起来，你看三维了，三维，你看这个连接，你看这个它这样连接的，它这样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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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怎么样？立起来了，是不是动起来了？所以哈，这是关键突破哟。抓住关键点，像广告说的，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点。关键时期。好，这是2006年7月19号的脉轮图。现在的过去语言、未来语言、太极相克的八卦运动，好，你看这样才动起来，动起来这两边才拉开，看到没有？两边这个点看到？再转一次吗？拉开，它再拉开。再转一次吗？再转一次，拉开。好，看到我这里哦，人图是不是？原来这个圆，又分成一个，这边分成一个，把中间是不是撕开？撕开以后才能容得下怎么样？新的九卦，新的九卦，才能把撕开。好，撕开以后，你看，当然这个撕开的那个心要开启，这中间这两块，这个线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才松开。于是中间这条才能怎么样突破？往上突破，才能往上突破。好，一直到这个脉轮图是6月19号2018年，你看，这是7月19号，这是6月19号，这个时期很相像，看到没有？非常的相似。
好，对我们生命来说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人体这个点对应它，这个点对应它，在心脏上这里主动，然后这中间要突破。目前我们的这个鉴别方法，这是电磁波，这是引力波部分，目前我们还测试不到这部分，所以我把它覆盖上去。看哈，中间还有一个冲上去，还要冲上去，这冲上去的才是九卦。就像我们修炼，我们平时八卦的这道系统，一定要我垂直往上面走，往上面走。好，这是14年7月24号，这是天狼星日。哎，23到26都称为天狼星斜日冬至日子。哎，好，我们看这边。现在转基因对我们的危害，其他的不说了，其中有一个突破的，对我们人为人种的危害。你看，对不孕不育和出生缺陷的生育质量急剧下降，其中雄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雄度。哎，这样呢，现在再加上那个四代二胎，大家希望求二胎的时候，这样呢，我们才借用转基因把这个玉怎么样敲开。才可能把这个玉首先生育敲开，建立星际宝宝，敲开生育。因为现在都像我们说，当民众注意哈，当民众觉知到转基因的危害的时候，这时候八卦的形成，来自九卦开始了。同样，民众觉知到我们生育的困难的时候，生育的，你看前面业界女儿公布有8000万对夫妇不孕不育，8000万哦，还不要说生怪胎的。生乖的数量还多，这个时候民众已经叫这个窟窿已经是怎么样，而玉这个东西的八卦开始形成，来自九卦的突破已经开始在润玉了，它已经是润玉了。所以说我们抓住一点，因为这个，因为很多老百姓呢，业界女儿那个文章，他的视频讲得很好，因为不润不育这块，他主要把原因归结到什么转基因这块，都先敲开脓裂，又脓裂再敲开生育这块，所以说是一款一款的敲开，是第一阶段。哎，所以为什么前面不用不用准备了很久，我们只是基础研究准备了很久，但是不把它作为重点突破呢，因为它是第二阶段。农业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更长一点四十了。对，直接到了。好，现在呢，英国一个科学家研究中国人体内已经有转基因成分了。是。我们叫骨子里的转基因。是啊。经常广告是说你有骨子里的骄傲，看来这玩意儿骄傲不起来了。被植入了。你已经进入灭种。灭种。哎，进入。这个灭种基因。哎。检测得出来吗？这个已经检测出来。哎。那我们也可以去检测，有没有些？好。你不用检测了，你都有了。现在都有了哈，哎，没什么，你以后的版本超越它就行了。好，这部分都不说了，好，我都跳过去。好，这个都以那个以九卦的食品，我就不说了哈。啊，其中有一个九卦食品很突出，这个随口说话，它又有锌，看到没有？有锌。现在热带只有硫。现在我们的亚热带和温带的这个物种呢，估计就没有了。现在还没发现，有一些近似的物种，比如说我们亚热带近似物种是沙田鼬。北方一边，北边是沙甸鼬，还有一点北边是南洋鲤，都基本上这些物种都灭得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还留着，但是这个在这个地方都被截断了，被那个转基因目光截断了。把这个跳开了，这些也跳开，山东的讲过了。这个讲的育，啊，这个讲生育的九卦也讲过了哈。正好我们第一次活动前一线去，就是这个开启哈，生育的。啥？这个体育讲过了。教育讲过没点？我看来。讲了，那天讲了。讲了哈。这都讲了。好，我们介绍第20页。好，我们看这页呀是什么？
九卦之心，因为九卦呀，它就是从心的革命开始。然后九卦之心来如何引用撒旦的道德心？好，我们前面呢有一个预言，就是在今年的2019年4月25号山东和四川的预言，有场预言。好，我们看这个云图，这是整个中国的云图，这是在2019年4月25号，属于2019，成九卦是它四月二十号，这天很奇妙，这天正好我们搞了个活动，是我的生日，然后我们到了四川熊猫的故乡，熊猫的故乡，哎，卧龙，四川熊猫的故乡卧龙哈，我看看啊，这次我们看，这天呢是我和普喜的生日。那么在四川熊猫过日子呢，好，这时候呢山东的丁丁也来了，于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山东出现了一个熊猫，你看，大家看，像一个熊猫的样子，你看眼睛是这个头，脑袋，我们脑袋是空的，好，这个头，哎，好，然后以及怎么太极八卦的升级，好，又开始，好，我们看，这是宇宙的熊猫神。这个宇宙里面呢，每一个动物呀，它好像有一个在地面上生活的一个动物，好像就是在宇宙中另外一个熊猫的怎么样，大型的熊猫神一样。我们称为，我们现在我这里暂时跟它命名一个名字，叫熊猫神。好，Go。好，我们再看这个熊猫神，Go。太极八卦的熊猫和两个熊猫神的样子，我们比较一下。好，我们说熊猫啊，我们知道它是它的眼圈怎么样？黑的，在白的里面有个黑，就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思，这是网上找的一个图片。你看两个熊猫走在一起，都像形成一个怎么样？一起，就像一个太极一样。这是八卦太极。那么九卦的熊猫有没有啊？这个很重要了，注意哈，熊猫它代表了我们地球上的太极浓缩在这个动物上。那么如果地球宇宙里面要生九卦以后，那么熊猫那个太极有没有变化呢？好，我们搞一下，好，我们看，然后随着时间的演化，我们看到这个方向，这个又是个熊猫，这是熊猫的头又演化。注意哈，这个时间线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到了这个图以后，你看这地方有个怎么样？是呀。这是什么呢？好，继续。看到没有？哦，这就是九卦太极。九卦太极。九卦太极。熊猫太极。哎，也就是说，宇宙的。熊猫主管熊猫这个神，它代表着八卦，于是它出现在宇宙那个能量以太层面以外，出现了八卦的九卦的太极以后，都意味着这个物种的它也进入一个进化了，从而呢也表明着地球也要进入什么呀，九卦的进化，所以说它会体现在那个动物身上，动物身上这样的很重要的，好，又继续。九卦太极，好，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是五行，我们看有五瓣八瓣，每个五行呢，外面我画了这里十个圆，这是一个脉轮图，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每个圆做了一个心，注意啊，我用之前画的心，画了每个心，你看每个心有一个六边形，六边形，六边形，灵性结构，这就是智慧的结构，智慧之心。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的撒旦的道心，然后就被圆化的，你看这个边都圆了，像花瓣似的怎么样，直播花瓣似的五行和那个心呢，把它怎么包围，并且怎么样融化溶解，我们要把撒旦怎么样溶解，也要把我们生活中那种撒旦呢，要用智慧去怎么样溶解，你看这是智慧之心去溶解，不然成了现实中成了傻瓜了，好，好，我们看
九卦太极很好啊，你看中间我们放了个心形结构，就用这样，你看九卦太极两个心形结构就有了，包括这个结构，你看宇宙也现图了，这是脉轮图，宇宙也现那个图了，都重现了。好，这样我们就会把什么五行原来在里面，通过心把它怎么样融化，把对抗走向怎么样合一。比如说原来我们说有人说心与肾叫水火不容，现在我们呢要水火融融，而且心肾相交，才能形成怎么样在自然界里面形成像可燃冰这样的巨大能量。所以说我们进入九卦以后呢，逐渐把它怎么样原来走对抗走向什么呀合一，五行走向合一，我们才能跳出五行，否则我们会永远的卡在这里面。好，完了，听。好，我这里给我举一个实体的例子，九卦的实体。今天谈到一个特别介绍一个九卦的实体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看这里有我们常见的热带的植物，这上面是一个叫做木瓜，下面叫杨桃。注意，我们吃过的都知道，如果我们把成熟的杨桃可以这个五行可以嵌入成熟的木瓜的五行里面，这是父母，上面正母，然后两个怎么样，你看这是木瓜，这里还有一个倒五行合成点，它的引到杨桃进入这个程序。好，正母和父母组成了一个怎么样，木瓜的正母和杨桃的父母组成一个体系。你看这个脉轮图就表明两个，一个正母一个父母准备怎么样交叉，怎么交叉。好，交叉以后我们看，这是交叉以后的，你看一个五行外面一个更大的五行交叉了，我们还有一个五行交叉，这样正母父母都在这里面合一，而且走向以正母为主道。我们看合一以后，这个我们看再看木瓜下面看见像个椭圆似的尖锥椭圆，上面还突出一个，那突出一个是什么呢，它要寻找心。注意我再说一遍哈，在这里面正母和父母形成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太极结构，就是一个八卦太极。所以说我们在模式里面阴阳五行八卦它是怎么样一个系统，一个维度的系统。那么两个正母父母合以后都意味着它要向九卦怎么样跳转，从对抗的太极要向怎么样跳转到九卦，在木卦里面于是它要寻找那个跳转呢，那个特征是什么，这是九卦的特征。我们要看到看，我们说父母呢，父母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是直线的五行，就像这样，在这个图里面看这块这半边，后面我们资料可以详细展开，它是直线的十五根直线，十五根代表什么，八卦九卦八卦九宫格里面数字纵横加起来都是十五，纵横。而这里面这是过中间个圆是过渡，这里面有一个螺旋，螺旋的代表什么，代表正的什么呀，正的五。所以在我们的五脏里面经过正五腑，比如我们的肺肾肝心脾经过这样转化以后，都弥补了我们有一个我们常常说的五阴怎么样不全，有人说五脏里面差一个第四阴调。你看这个脉轮图都有怎么样，刚好四个阶梯，这是什么时间呢，
好，他寻找，他找到又会是什么呢？下一个轴我们看就看出来了。你看，这叫是这是什么？莲雾。注意，从外观形状看，它跟木瓜的形态是比较相像。看到没有？木瓜的形态比较相似，但是呢，它的身体了，你看中间有一个什么心？空心，很空，种子都很小，空心，它有空心，所以我们说找到了怎么从阴阳五行八卦升起以后，那么升起后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找到了心，找到了心，也就是说这个心就是我们五行学的第四阴爻，心。好，我再重述一下，你看我老是把这地方摆成个红色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具体修炼，你看的话有一个特征，我们的左心是肉的，左心处于怎么样五行状态，当左心移到中间成为中心的时候，成为第四阴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由原来的肉心的八卦的肉心都升级为九卦的怎么样之心了，就空性，就空性的心就形成了，这个特点。好，这是我们看到植物界的演化，植物王国从热带的水果里面，它知道了莲雾，才产生了一个九卦的怎么样食品。所以以后我们在我们的农产品销售里面，特别有一款食品叫九卦食品，它是一个我们人体，它是植物王国协助我们进行提升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真正的起跑线，不然我们站在了线上还在原地打圈圈。好，现在呢，我们想到热带以后，我们再看温带，比如我们山东的苹果和梨子。梨子以前，我们先讲个普通的苹子、苹果、梨子的基本理论。好，这是一个苹果，我们看一个成熟的苹果的一个标准图。好，我在这里外面画一个蓝色的五行。它是怎么画呢？我看，你看里面一个种子，这个五行。好，我把这个界连起来，跟它平行的画一个怎么样？蓝色五行，正好在外面有五个点，蓝色五行。但是呢，我们看同时存在怎么样？这五个点组成了一个倒五行，看到没有？它有两个正方五行。刚才我们看到的热带的木化和杨桃怎么样？是一样的，而木瓜和杨桃正方五行形成的太极呢，在我们热带它分成了两个物种，而苹果呢是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物种里面展开。好，这就看到我们看长大以后外面形成个五行，而这个五行呢和这个蓝色的五行里面的保持平行关系，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你看这几个点，我都举个例来说哈，如果外面的五行成为跟里面的蓝色五行相反的一个倒五行，放大以后成倒五行，注意这个苹果就是被已经妖魔化了，被扭曲了，称为扭曲几何学。比如说山上用农药化肥用的多的一些苹果，还有用那个还有特别题材转糖心苹果，还有转基因苹果，都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好，具体的知识呢，如何进行专门苹果鉴定呢？我们在后面有专门的时间鉴定。好，你看，这说明了，看到哈。于是苹果呢，在生长过程中，它又经过两个博弈，两个博弈，在红线和蓝线博弈过程，在这个苹果里面呢，蓝线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光明的苹果方取得了胜利，于是苹果成为一个光的苹果。好，我们看结合这个五行，讲解五行图，苹果的性物理归经：肾、咸味、主肾；肝呢，
酸味，注意苹果里面就有什么呀，酸味，但是注意它的硅基里面没有苷，也就是这个酸味跟苷呢对不上。好，这是锌，我画的这个锌啊，红色的，苦味对应锌，脾，甘味对应脾。注意，苹果的甘味对应归经的什么呀？脾，刚好处于什么呀？对应上。但是对应上之后，这条道路打通了。而我们知道脾属于喜欢温性，而这个苹果是什么？凉性，都像这条道路打通了，好的能量和坏能量都可以通过。但是这里经历过来是一个什么呀？凉性的苹果。所以大家吃苹果的时候，哎，也不要贪吃太多了，哎，凉性苹果哈，哎，特别是苹果出来的季节，主要是什么呀？它正式出来季节，主要是什么呀？是秋冬季节，哎，秋冬季节我不吃过多凉性的什么呀东西，应该更多吃温性的，嗯，所以不能吃太多。好，同时呢，它又，你看，腥味对于脾。苹果还有一个归经呢，归肺，但是呢，它又没有腥味，因为腥味属于热性，但是它又没有什么呀，肺。注意哈，肺。如果你点亮了你的肺的功能的话，哦，有个腥味的东西进来以后，它能够进入肺，所以我们在为了把那个凉性用那个腥味替代的话，哎，都有，如果凉性，注意哈，我们说这个肺开启了，它需要温性过来。如果我们有一个温性的，辛味的温性的东西，一个食品或苹果就搭着吃的话，就会有力的平衡这个阴阳之间的关系。哎，怎么找？这是我们后面具体消费的时候再说。好，另外我们看到苹果的两个能量点、作用点在硅基上。肝和脾处于一个相克的阶段，注意这个五行怎么样？相克，这个五行相克阶段，那么相克了都需要中间的心呢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心平衡，平衡以后它才有相克变成什么样？相生。才能融融，才能怎么样下来，有相克，才能把相克一定要变成相生。好，我们看最后总结，苹果呢，肝与脾处于相克关系，最后需要有心来融融，但是没有，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出莲莲雾那样能够发展出九化之心，还没像莲雾那样发展出来。嗯，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吃的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呢，我们看这条锅，这条路是通的，但是它进来一个温性的东西，如果它进来热性的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在食品具体水果搭配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一个腥味的怎么样食品，腥味，因为腥归肺，肺啊就在心里面，心和肺都在一起的，那么腥味食品搭起以后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平衡这两个能量。好，这是具体我们今后的，具体消费者在消费中来进行的，到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消费的方案。好，我们看梨子，这个梨子，哎，是个五行的，哎，这个梨子顺便我说一下，目前呢，我们还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梨子，所以这个梨子呢，有个倒五行的感觉。好，你看种子跟如花袍似的，蓝色的，也有个红色的。然后它成长过程中，我们看最外边，它是一个怎么样颠倒的什么五行？哎，好，我们下面呢，接着一个任务，我们就像苹果一样去寻找离子的怎么样正的五行，现在已经很难寻找到了。希望回去后丁丁能够在。能够在南阳里里面找到，不然它又是个迷局。好，你看红色的五行占主力，
所以你看它形成一个倒弧形。好，我在心火才把如法炮制跟前面一样，险恶归胜。同样我们注意看，在双味归进上面虽然有双味，但是归不过来，这个特点跟苹果什么样，是不是一个特性，一个样的苦味，我们看这两个结构是不是一样的，凉味甘味皮味，两个是都是一样的，它有惊人的什么样，我们看相似，同样这里两个都是不是一样的，哎，一样的。也出现相克。好，下面呢如何解决问题呢，还是有寻找跟刚才一个答案一样，可以寻找新的答案。好，他能找到吗，能找到新吗，我们看。跟前面一样，从好像从那个文字的看的话，我们看那个苹果就是两个都是一样的找到了，但是从微观上我们发现的气的区别，剖面图上看，你看心的一个离子的剖面是这样的，那里面一个心像一个怎么样，克里斯托螺旋，斐波那契螺旋，斐波那契，而这个离子我们看它的外观形状已经变成绿色了，绿色，我们说苹果呀一般都是红色居多，这个心是红色的，所以物质之心，那么离子呢偏为绿色，一般说它容易寻找什么，它在寻找它的梦想和寻找中间的绿色绿色的心，九卦之心，而且你看从肩部，你看这中间那个心都比较尖形了，瘦而尖，向克里斯托螺旋发展，而中间这个突触都是开始寻找，就像我们看到的前面热带水果什么莲雾，是什么莲雾都开始寻找了，好，于是呢离子带着苹果不能解决的问题，离子带着这种寻找地势音律的心，带着九卦的梦想，所以它带着一个梦想，那怎么这个梦想它在哪里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呢，好，我们看山东的地理标志性的南阳离子前传烟台苹果，我们看这个图，我们看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五行图，典型问题，我用个外人图套一下，好，这里呢是昆玉山，中间有威海的昆玉山，在昆玉山向西北这一块，在这个五行的这一侧一个三角形里面，注意在表面看的是个三角形，这里面还有一个克里斯斐波那契的螺旋，跟刚才我们看到苹果里面的斐波那契螺旋是不是一样的，哎，说这些特征都能在烟台能够找到，所以呢也是烟台能够成就为地理标志性的怎么样苹果，好，我这个图调整一下啊，圆的不行，斜的，好，东边是昆玉山，等我来重点讲，好，这边沿过来就是这边是烟台，这里看的话看起像一个中间这个烟台这边一个斐波那契螺旋，就像我们看到苹果前面纵面都有一个斐波那契螺旋一样，于是在这个地方呢都诞生了什么烟台的苹果，
那么阴的苹果，前面说了，那么苹果呢，它是一个直线的五行，它趋向于直线的五行，所以这里呢，苹果它一定要向一个圆形的，是螺旋的五行发展。那么怎么调整呢？于是我们看，在斐波那契螺旋这里有一个弧线，由于这个弧线呢，生成了一个什么呀？五行。五行。你看这个圆形弧线，而中间一个圈，好，我倒回去看一下，你看中间的圈什么意思？我再倒回来，你看在这个五行后面这里一个什么呀？圆环，半个圆环，还有一个脉连图，怎么把半个圆环倒成全部圆环？这个脉连图我们画上去，到时候我们在苹果包装的时候我们会贴上去的。圆环，好，这是烟台苹果，烟台苹果。当时这么呢，由丁丁姐团队去寻找，寻找有机的，然后更好是有机中的战斗机最好。好，这是意大利的脉动图，究竟烟台的苹果南部的五行地貌，从直线的五行向圆形的，从直线相克五行向圆形相生的五行升级。同时脉连图在下面出现一个圆，与地貌半个圆匹配。好，那么前面的苹果呢是离的怎么样前端，我们看下面看正中推出山东南阳离，回到这个位置。我们前面有一个重要的地形结构，它是指什么？昆玉山。好，看昆玉山的结构，这是昆玉山。别，好，注意哈，我在贴的，你看中间一个五行带，一个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第五条线。好，我们看这五行呢，中间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里有个什么？恍恍惚惚的一个什么心，下设的心情结构。这五行里面它能透露出一个心情结构。哎，这个很重要，透露出一个心情结构。这是昆玉山。那么这股能量呢，就在开始引导着我们前面的五行能量。哦，这里走了两片哈，我跟大家最后走一片。好，这个心形结构到这里来了，于是它的引导能量，那个离子的生成往下面，往西，往应该是西南方向。好，我们看昆玉山在哪，在这，于是要往这个方向，在这个往这个方向怎么样引导，这个方向引导和这个能量图进行交叉，和这个图交叉，看到哈，错过了，我这个图交叉，交叉的地区就在这一片，所以这边叫什么五龙河，有五条河，很好玩，有五条河汇聚在这，所以这地方形成怎么样？山东南阳离，你看，直线五行，圆的五行就形成了，然后呢，中间一个圆，它像个九卦的五行一样。这是九卦的五行，一个九卦的五行。好，结束这个圆，它相当于把这个，你看这个圆环一圈圈它结束下来了，圆环结束下来后，南阳离就生成什么？山东南阳离。好，南阳离的特征呢？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有很多绿色的外面，表示怎么样？这个心开始找到了。然后上面我们看有很多怎么样？点状，注意好。这个点状呢，不要认为是因为有的人现在的消费观已经被异化了，认为上个点状不好看。我告诉你，这才是正宗的。包括苹果上面有点，才是里面透射，这才是正宗的。哎，所以我们的消费被误导的已经太不像话了。好的，那个超市的苹果都打很辣。哎，打辣，好，注意哈。
好，这是个离子，看纵向的。好，这边走的比较快哈。好，我们看昆玉山的全真武教的五行山在西南方向都有一个心，被五龙的河追啊，有五行的山，都有五行的河，吸引并显化成心形的五行。好，我们用这个脉络对啊，是八月2014年八月三十号倒过来就是十三，就是八到十三回到源头。当然，为什么会倒回来呀？说明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物种怎么样？是接手浮游，是吧？这个物种在哪里呢？好，蛟龙都不讲了，我保持一点神秘。一面接受东北的信息，昆玉山的新的无形能量，一边接受北方苹果的信息，会完成升级。当然，它为下一个升级怎么样创造条件？下一个是什么呢？好，我们后面再说。我们要正确把握住苹果和梨的能量的流动，来自梨子后面的能量流动。我相信呢，我们这个产品会成为我们的九卦商城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九卦食品组合装。好，休息会。